舔狗日记之野王还是那个野王。 OK OK， 来，我这秒选，这我再给你来一首小明，我就像你辅助我那样辅助你，好吧？好啊，整死他，整死他！好好好好好，整他整他整他，我来牵他打。哎，我 A， 我 A， 我闪现过去一个 A。 哎呀，谁来救救我呀？天呀呀！我来救你，我来救你。好好，我这小明像是个打输出的。哦，哎呦，这臭小子，我能打他，我能打他。困住，哎，被动 A， 好好。差一点。哦，转线，怪我怪我，这怪我没牵着，怪我。能不能像我保护你一样保护我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主要就习惯打输出了，你懂吧？看出来了，就你知道，你知道一颗就野王，他总有一颗输出的心。你给我整个小明，我也想给你杀穿，你知道吗？带着干扰吗？可以杀吗？怎么说呢？就带着闪现。哈哈哈！嘿，单杀。这个叫 K 锤是吧？不 K， 我不 K 就是呢。那你一会指挥我吧。行，我指挥你，我指挥你。好，注意一下自己走位，打他，打他。被动，被动二技能强力拔刀斩。好，大招抽血，哎，非常的棒。我给你奶一口，我给你奶一口。哎，我这一口好奶跟我自己奶死了。啊，我小绳一牵，我又死了。我感觉我这明星也玩的不像是辅助。咱们又不能走一起了。啊，不能。不能不能不能，我这不活了我就跟你不离不弃，好吧？这回我的线就指望你身上牵，就绝对不会再去牵到别人身上了。啊！受死狗贼！啊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看我勾引他们！哎，他当然扣到我了。哎呦，打不过呀！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？不是，主要是这个小明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这玩的确实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像我这打一打老牵别人身上去了，惜败惜败。